这高雄洪山这场半暝大火，不幸死亡的妈妈，这个面册有放伊甲查囝相片，看会出来真惜查囝。所以大火烧到红红球的时阵，是拼性命要来保护查囝。啊，而这场的大火不幸来死亡的另外一个十岁大查囝，学校的主任听到消息真艰苦，讲这个小女童对着妈妈为越南过来台湾了后，努力学中文。在学校真有人缘，真爱跳这个国际标准舞，但是即卖永远看袂到伊跳舞的身影咯。第二楼开始大火，三楼有台母性的妈妈抱一岁查囝在喊救人，因为火势到了上尾，让这个景象变作妈妈上尾的身影。掉下来啊！掉下来了。左手抱着小孩，右手攀着那个铁窗啊。妈妈面前相片就是和查囝做伙翕的，看得出真疼惜。这场火警除了带走七十岁大家，还有伊十岁囡仔，甲爸爸做伙出去食饭，或者是做伙出去佚佗。大查囝模样真古锥，目前读国小三年啊，人缘嘛真好。代志发生迄天，拄好拄到期末考，导师更唔敢和同学讲。老师很惊，很激动啊，比较不能接受这样，因为今天是期末考试，所以正在考试当中。那老师是说，等个考完试再跟小朋友说。其实这位十岁查囡在两年前和妈妈走回来台湾，当时囡仔会晓讲越南话，在学校辅导中文愈来愈进步，嘛参加学校的国标舞社。不过即马煞无法度阁看到伊跳舞的身影。哦，上个月还有表演。也表演得很精彩，他是属于很活泼可爱，学习能力也很好的小朋友。一回查囡无前过来急救，其他厝内人煞拢过身。一场无情的大火，让原本快乐的家庭就安尼破碎。